在上面写一句话很酷，我念给大家听：有钱的定义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舍得帮助别人多少。这个标语似乎跟他的人设有点对不起。打归绿茶。他这个绿茶就是苦啊，他的苦涩味真的很重，不知道苦几点。你喝喝看，我是味觉坏掉吗？我就觉得，哦 ，My God， 这一杯就是很出名的阿尼阿伟嘛。很像喝那个呢，柠檬爱玉，可是我嘴巴有一个很香的味道，我喝完的哦，他嘴巴有一个。怎么那么香啊？而且香到有点爆表哎、欸！你喝喝看，香到有点炸裂。这一杯叫做野果鲜奶茶，它上面写一句话很酷，我念给大家听：有钱的定义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舍得帮助别人多少。可是廖老大他常常……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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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标语似乎跟他的人设有点对不起。那为什么他跟我数牙的时候是说我有多少钱？我是不会去诬赖掉老大的，好喝就好喝，不好喝就不好喝。他这个冰怎么那么多啊？冰块怎么那么多、啊？首先我用白开水哦漱口，然后他这一杯叫做野果鲜奶茶，所以我把野果捞出来。不难喝啊，很正常啊。它这一杯，它不是奶精的味道，它是牛奶，有加牛奶。哦，这一杯我觉得可以过啊。下一杯打龟绿茶，我每一天都会喝绿茶，它这个绿茶就是苦啊，它的苦涩味真的很重。那我这杯是无糖的，所以它这一杯真的很苦，哦，不知道苦几点。它喝起来不像绿茶，它喝起来像梅亚德，有点像麦茶，有点不像。你喝喝看，它这个不像绿茶，而且很苦。你喝喝看，我是味觉坏掉吗？我就觉得，哦 ，My God！ 现在接下来这杯是黑糖珍珠鲜奶茶，这一杯也是很经典的。我们捞珍珠，看它煮的好不好？珍珠在这里。好久没吃珍珠了耶，我好兴奋哦。哇，我太久没吃这种东西。哇，我觉得珍珠好好吃哦。哇，我太久没吃。哇，我整个精神都来，好甜哦，那个黑糖味好重，好喝啊。可是我觉得它的奶味，就是那种奶韵味，可以再重一点，哦，但是是好喝的。但它的珍珠我觉得就也 OK 啊。这杯就是很出名的阿尼阿伟嘛。这是阿尼阿伟什么东西啊？冰沙吗？那味道，柠檬味。不难喝啊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很像喝那个呢，柠檬爱玉。我以前吃那个柠檬爱玉那个味道，可是我嘴巴有一个很香的味道，我喝完的哦，他嘴巴有一个，怎么那么香啊？而且香到有点爆表哎、欸，你喝喝看。香到有点炸裂，多多绿应该没有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吧？哎，养乐多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哦。你喝得出来它的绿茶，刚刚跟那个绿茶味道有出来，但是，哎，好喝哎，加了多多之后，它就变超好喝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多多放下去之后，都是多多的味道，好喝哎、欸，好喝好喝好喝，这杯好喝。好，我喝完了，因为我喝了十几年的清新，
十几年的五十岚，十几年的 Coco， 我个人是认为，如果他这个东西跟 Coco 五十岚清新比起来，输惨了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他们家的黑糖奶茶，黑糖奶茶我就比较喜欢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跟一流的比的话，我觉得还有一个距离。